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当中，我们要复刻静芬姐的父亲王俊华老先生，当年在清水眷村筹组了一个虎啸乐团，还带着这个乐团呢去参加比赛。咱讲出国比赛得冠军回来，伊是全省比赛拿第几名，知不知道？好棒！抱歉，来第一名所以呢，这么优秀的成绩。